我们上周末刚刚找人加了五压的这个氟给空调，总共花了有200多，但是不幸的是用了一天这个氟全跑光了，导致我们后面一直在这个忍受这个夏季的炎热。本来想忍忍就算了，毕竟是咱们租的房子，也不是自己的房子，如果专门修空调的话，大概得花个七八百块钱。但是今天是好像是入伏的第一天，感受到这个天气特别的炎热，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。今天洗了3次的这个澡，还是满身大汗，所以就实在受不了了，在网上花了400多买了一个空调扇，明天就能过来。然后建议大家以后租房子的话，一定要看看它这个空调的制冷效果好不好，不然你的这个夏天真的是特别的难过。